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西瓜，有拍这个一日一餐的 vlog 啦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咁我就好早就出咗嚟呢个尖沙咀，咁因为咧要整条眉啊。我之前都有漂过定植过眉，我唔知嗰个叫咩，总之就要再添啲色。咁啊，等滑水嘅时候个样冇咁猪，冇咁戆居，咁所以就早啲出嚟食嘢啦。啱啱咧已经食咗一个纳豆定食，好开心，好似去日本咁。依家咧就决定自己请自己食埋个甜品。好耐冇食过呢一间啦。之前我吃的時候是在 The One， 那時候它都已經是搬了一間大鋪了。據我所知應該是一個小鋪頭，專門做這些甜品卷蛋的，之後慢慢越做越大就做到，原來現在在美麗華開了一間這麼鬼大間，經過就想試一下它那個卷蛋。平時這些時候會喝咖啡，但我稍後就做眉啦，都不知道要提神你做什麼，倒不如就喝杯綠茶這樣咯。佢一個茶包嘅綠茶，不過都未必唔係靚嘅。走嘅時候，嗰個咪老闆咧，好熱情咁出嚟同我打招呼。有啲客個措手不及，好似同我記得嘅味似唔似咧，我都唔係好知道。不過 anyway 咧，嗰杯茶真係好好，這個咧係好配搭嘅一個卷蛋加個綠茶，本身有啲 M 痛，食完之後就舒服翻曬。好啦，依家去整眉啦。是星期二了，哇！你看看我堂尾是不是很 sharp 醒啊？啱啱琴日整完之后，依家都仲好实净。啱啱送咗婆婆去做物理治疗，依家咧我就有啲时间去食下嘢先。喺尖沙咀咁咧，头先架车经过，见到呢间铺新开，好似几正咁啦。唔知系咪真系食啲卷咧？如果系嘅话，我去试一试，唔使食到咁饱嘅嘢。好，试下先。新鮮又好似幾新潮，啲人又後生，但唔算特別平咯，78蚊一個。我嗰個卷係比較貴啲嘅，我見到另外嗰啲 size 大啲嘅有。見家仲有少少時間，就去行下海港城先，好耐冇行過。之後先至去接翻婆婆。我覺得今天這個口罩好像一條底褲，雖然我很喜歡 Little Twin Star， 但這個真的好像一條底褲。
到咗星期三啦。平時咧星期三我通常都係會去 Lucy 嘅，但係今日咧唔知點解就好掛住新濠江呢間 coffee shop， 咁咪入去啦。我今日係有個目標想食嘅嘢嘅，係個朱古力嘅 cookie， 咁大個嘅，上次食唔曬，咁好似仲有啲 mochi 咁，點知原來佢今日冇喎，就剩得個，有少少美中不足，不過都冇辦法嘅，咁啊叫多咗杯咖啡咁樣啦。之後就原地放養啦，但我就一直好擔心，即係我喺度諗緊，無啦啦攞咗人哋阿媽，好似係咪啱㗎？係咪應該㗎？係咪咁樣好啊？雖然今日咧即係啱啱啦，我就已經放翻只媽媽喺原地，佢都即刻揾翻啲細路仔啦。但係我心依然係有啲覺得，唉，原來做呢啲事情有時真係好難講啱定錯喎。你明明覺得啊，好似係幫到佢哋，但係其實入面都有很多東西是違反了他們的自然，自己就很不好意思很不安樂，是的，應該都是好事來的，起碼隻媽媽不用再生。但現在落雨都有，都停雨啦，飲完咖啡，哇，好似心情爽翻曬，依家翻屋企繼續開工啦，今日就嚟到呢度啦。哇，好攰喎，樣 ，my god！ 哇，到咗禮拜四啦，一落雨咧，連樣都腫埋，嗰啲眼腫到不得了。今日咧去翻我平時去開嘅老地方啊 ，Foreign 啊，嗰度飲咖啡，都係要化牛豆先。不過今日好似唔得我一個人，我有個 friend 落嚟揾我，就係介紹呢間 coffee shop 俾我嘅嗰個 friend。今日有呢一個選擇困難症，我平時咧好中意食磅蛋糕，好正，鮮甜唔係鮮甜清甜，但我又想食香水檸檬塔喎。不過今朝起身胃就痛，就怕檸檬酸就又會痛，所以最後我叫了 banana bread， 有啲 walnut brown 咗嘅牛油整嘅 banana cake。 你覺得佢唔使啦，唔緊要啦，好試啲。真的會一個整個咁樣食啊！我通常切開佢個，我口冇咁大。咁佢咁好啦，好啦，切啦，切啦。嗯，我唔俾噶。喂呀！
唔好出啊！打格仔咁樣，會喺你跌完之後先打個格仔咯。哎呀，佢嗰啲折紙係咩嚟㗎？係鐵觀音，我未試過。上次我食嗰個係大紅袍啊，我都未食過鐵觀音。咁跌係啊，掌屎、雀屎、雀屎嚟哦，好靚。哇，好靚啊！少女心嚟。Yes， 少女心炸裂啊！呢度個老實。呢個形容下呢個少女心。哇！但佢咬住支牙齒，好老。到咗星期六啦，已經轉眼間，我覺得自己條眉咧都自己試淨咗好多啦，甩咁啲色之後咧，真係整得好靚。陣間咧我去飲茶，依家咧就都係要醒一醒個人，所以就一個人嚟 coffee 一下。嚟咗呢一度九龍灣嘅一間 coffee shop， 我成日都嚟嘅。你睇佢依個時段嗰個陽光真係好舒服，好正。在這個位置，如果你不看車牌、不看人、不看的士站牌，都覺得自己好像去了銀座一樣，可以扮一下的。在 Vlog 裡也有拍過幾間銅鑼灣的 coffee shop， 是同一個 brand 來的，在九龍灣有個分店。之前呢他們就只有咖啡喝，有了個 pecan pie 這樣。最近呢他們多了很多東西吃，有自己做的銅鑼燒，即是叮噹吃的那些。之前又有 toast 嗰啲飛碟，中間夾住朱古力醬加香蕉。今天就有 cookie， 就正啦，啱啱好夠我咧頂一頂肚去飲杯咖啡，唔好空肚。今天飲嗰杯正嘅，叫做 black cappuccino， 係佢哋拿手好戲啊！佢哋將個齋啡打到有泡，然後咧就變成有好似 cappuccino 咁樣滑嘅質感，然後但係其實係一個齋啡嚟嘅，咁啊好清爽，啱曬呢一個曬曬共嘅天氣飲。好啦，入去飲咖啡啦。但我最喜歡的是它的 coaster， 那個杯墊真的很漂亮，整得個顏色又漂亮，質地又漂亮，很正，很有 feel。 我很喜歡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這間 coffee shop 它無論是咖啡的質素，還是整個 deco 或者那個 feel 那個 vibe 都是真實地有質素。好了，那我現在去喝茶了。去到飲茶，OK 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呢一個一日一餐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多謝你嘅收睇啊！記得咧就要 like， 然後咧要 subscribe 去呢一個頻道，訂閱咗之後撳著個鐘仔，有新片咧就可以話到俾你聽噶啦。拜拜。